動不動就紅線。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哦。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全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咁就 very good 啦。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咁啊，挑我機，我頭先都講咗噶啦。譬如話，你要去到洗版，我呢個就係挑機啦。所以即刻第一時間就嚇俾人搞掂咗佢啦。好咁啊，嗱，我哋第二節咧就係講呢個黎智英案啊。呢個就即係我其實一路都關注，持續我都會去分析嗰個案情嘅嚇。咁呢個係琴日啊，應該係今日啦 ，sorry 啊，禮拜三咧即係今日啦嚇。咁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就展開第十五日嘅審訊啊。咁啊，仍然由呢一個控方嘅啊重返證人，控方嘅重返證人啊，我哋唔想用污點證人啦，跟翻即係佢哋個講法叫重返證人啊。咁就係前一傳媒嘅行政總裁張劍虹啊。咁呢個其實係即係喺蘋果創刊已經加入呢、這、一個，其實係一傳媒啦，即係一週刊開始啦，係咪？就張劍虹就真係好，即係好耐㗎啦嚇，即係跟住呢個黎智英嚇，咁啊到最後就做到呢個所謂一傳媒嘅行政總裁，即係等於堅哥。堅哥其實就相當長嘅時間就喺即係以北堅啦，就喺台灣啊，就負責台灣嘅一傳媒、一週刊同埋蘋果日報咁啊。今日咧仍然繼續係由張劍虹去即係啊喺法庭度繼續作供啊。咁今日嗰個作供嘅幾個有兩個重點嘅嚇。咁其實你而家睇到咧，即係佢嗰個作供啊，即係我講過好多次啦，已經係佢都係要懟嗰個老細嘅啊。咁佢呢種懟個老細，我覺得即係。黎智英是理解的，同埋可能雙方律師都可能有傾過，都未定，我唔知啦，係咪？咁至少有冇傾過都好，佢係理解嘅。只要佢會懟佢咩，咁啊，梗係唔會同佢講啦，係咪？咁呢個就即係犯法嘅，大佬係咪？咁佢今日嗰個作供咧，就提到有蘋果一個專欄作家馮希乾啦，咁就其實而家都。有個 patron 嘅 account 嘅，咁都成日都寫文章嘅，佢啲文都寫得幾好嘅 ，OK， 即係有啲創意啊。咁我就當然我閱讀嘅時間好長嘅，即係每一日咧用喺閱讀嘅時間係好長嘅，主要就睇書啊，咁啊睇新聞呢啲咁嘅專欄文章咧，我多數都唔會睇嘅，冇時間啊，係咪？咁就立過佢一兩篇，啲人又 send 過嚟俾我睇，咁我有睇過，咁啊即係知道有個咁嘅人係嘛？咁我唔知道佢而家人喺香港啊，定係喺外地，我又唔知，我對佢係完全唔了解嘅。睇過佢即係幾篇文啦。今日就提到就話蘋果嘅專欄作家馮希乾咧，就建議推出蘋果英文版係嘛？咁又話咧，即係當時爆發呢個新冠疫情，美國人最需要反中情緒。嗱，呢個講法係當然唔係張劍虹嘅意見啦，係咪？美國人喺呢個新冠疫情最需要反中情緒，咁唔使你黎智英去推波助瀾，
屌你咪成個美國係嘛？即係佢受呢個疫情所害，屌佢都喂試過要調查，咪已經係去調查嗰個來源係嘛？都搞咗一大餐啦，係咪係嘛？咁事實上因為個疫情，亦都係令到個中美關係係嘛更加惡劣，係咪呢個係事實嚟嘅係嘛？咁唔需要你有個英文版，咁就會即係令到呢個所謂美國啊同中國啊，即係嗰個關係更加惡劣咁樣。咁即係美國人最需要反中情緒，即係呢個講法咧，就係而家俾呢一個即係控方咧就攞嚟作為指控啊，通過張劍虹嘅口，我嚟指控呢個黎智英啊，所以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嘅罪名嘅所謂舉證係嘛？因為根據張劍虹的講法，就是黎智英認為，如果有美國政要訂閱蘋果英文版咧，就能夠對蘋果提供最大的政治保護。咁又提到，即係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咧，就曾經嘗試邀請當時做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同埋呢一個國務卿蓬佩奧就訂閱英文版，但最終就不成功啊。咁呢個張劍虹在法官李運騰詢問之下就話咧。蘋果英文版比中文版更加極端，只是報導中國負面新聞，又說黎智英想透過英文版向外國讀者塑造中國打壓人權、隱瞞疫情、沒有誠信的形象，想給美國多些理由對中國做敵對行動。這個是赤裸裸的這種公詞，老實說當然是控方教他說的啦，是不是？這個即係如果我自己用常識去推斷，係嘛？張劍虹嚇冇理由喂，即係真係行出嚟懟個老細，呢啲全部係佢自己度出嚟嘅，係嘛？或者佢被即係被拘捕嘅時候，落口供嘅時候就落呢啲口供，係嘛？即係自動自覺就識落呢啲口供，咁呢個我就唔信。OK。而是刑格細禁去到最後，或者即係同即係呢個警察同呢個警即係警方國安處同佢喺度，喂大家，老實講，差佬做嘢全部都係咁噶啦，或者上頭有指示嗱，呢要氹佢做控方證人啊，判輕啲啊，屌你睇電影睇好多啦，大家係咪啊睇電視劇係嘛？唔係我意思就係呢一啲咁嘅説話嗱，呢個係赤裸裸去懟個老細噶嘛，係咪？有價值判斷喺度噶嘛？呢個係嘛？美國人最需要反中情緒，係嘛？黎智英想透過英文版向外國讀者塑造中國，即係打壓人權、隱瞞疫情、冇誠信嘅形象，唔係呢個都係事實嘅。入邊所講嘅所謂即係打壓人權、隱瞞疫情、冇誠信，呢個係事實，係嘛？咁佢要利用個英文版等外國讀者，係嘛？即係向外國讀者，即係塑造呢一個所謂中國係咁樣嘅款，就唔使塑造啦。中國本嚟就係打壓人權，屌你咩隱瞞疫情係嘛？冇誠信，不嬲都係咁噶啦，係咪？想俾美國多啲理由，將即係對中國做敵對行動，嗱呢啲係咪赤裸裸去懟個老細咧？呢啲如果我哋用常情嚟推測，絕對唔會係喂佢落口供嘅時候就講呢啲噶嘛。而是刑格細禁被迫，你既然要做控方證人的時候，喂，控方就會跟你夾的啦，係咪？唔係點對得掛呢個黎智英啫？而家問題就係一定要將呢個 mastermind 啊，呢個主腦人物係咪？要定佢罪，喺毫無合理疑點底下要定佢罪，係要咁啊嘛！而家係國安法呢一條罪就為黎智英度身訂造噶嘛，本嚟就係係咪？當然裏邊亦都講到黎智英喂。聽呢個馮希乾講要搞呢個蘋果英文版，甚至乎諗過要揾阿特朗普 Donald Trump 係嘛，同埋蓬佩奧訂閱呢個蘋果英文版添。嗱，其實所作所為就係要發揮即係呢個蘋果日報同埋黎智英，即係喺美國人即係嗰個心目中嘅影響力。呢種做法目的就係要保護，即係呢一個香港啊。或者令香港減少受呢一個啊中國共產黨嘅嗰個所謂極權嘅打壓，係咪？即係從呢一個所謂良好意願嗰個角度，咁但係佢真係天真無邪咯，大佬。
嘛？屌你咪！如果你張劍雄呢個講係事實嘅話，或者同控方夾好呢個講，你都係相信嘅話，咁就即係黎智英都好撚戇鳩啫。其實係，係咪？你真係以為美國一定搞得掂？呢、這個咧，即係而家我睇翻，即係而家呢啲咁嘅案情嘅內容咧，張劍雄作供嘅內容，我就諗起之前，即係我私下咧啲人問我嘅時候，嗱我自己。即係係有啲睇法嘅，係嘛？不嬲對呢位老哥，唔係呢個我必須要承認啊。咁我對佢有啲睇法咧，即係有好多人就唔會接受嘅啊，即係甚至乎即係會批判我嘅啊，因為佢已經係神嚟噶嘛，屌你老母，佢係即係英雄嚟噶，民主英雄、民主鬥士嚟噶嘛，係咪？咁尤其是過去。即係我同佢嗰啲所謂屌你咩啫，冇唔係私怨嚟嘅，全部都係公領域。然後佢屌你咩去搞鳩我哋嘅嚇。咁呢個咧即係變咗我講嘢咧，啲人就會覺得我係已經有一個即係主觀嘅立場喺度。其實冇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咪？對於佢今時今日遭遇，我係喺度批判共產黨嘅，係咪？我唔係為佢去批判共產黨。而是这种打压言论自由，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一种行为。是吧？我不会因为他喂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断打压我们，是吧？今次他被人告一条这样的重罪，分分钟最少坐15年，是吧？跟着我就会落井下石，这个不是我的所谓，是吧？但是我对他有看法的。其中一個睇法，我公開冇講，私下我啲朋友問我嘅時候，我話佢真係判斷錯誤咯，係咪啊？而家可能係求人得人啦，你可以咁樣講係咪？但係佢係判斷錯誤咯。佢對美國即係見咗啲政要之後，或者對當時嘅成個美中關係嗰個形勢，喂，佢係判斷錯誤咯，係咪？佢認為你即係特區政府係咪啊？或者北京方面冇理由去到咁盡嘅，唔係其實佢呢種咁嘅思維方式，即係同梁家傑啊，或者即係民主黨嗰啲人、公民黨嗰啲人，佢諗法好相近嘅。殺到嚟嘅時候先講佢，唉，點會諗到共產黨會衰到咁啊？咁就咁樣，呢啲就係泛民嗰啲即係思維嘅方式嚟噶嘛。如果唔係晨早走咗啦，大佬，係嘛？仲要喺國安法出咗嚟之後，先至出英文版嗰度，得人驚啊嘛，大佬！仲要講明英文版，即係屌你係要做呢啲嘢噶嘛，係嘛？所以張劍雄喺呢一個法官嘅詢問之下，佢就話蘋果英文版比中文版更加極端，只係報導中國負面新聞，係嘛？黎智英要透過英文版向外國讀者塑造中國打壓人權、隱瞞疫情、冇誠信的形象，想俾多啲理由美國啊，即係對中國做敵對的行動啊。咁呢個已經係講到好盡嘅啦，老實講係咪？因為佢又講即係呢個英文版點樣產生咧？佢話黎智英喺個羣組裏邊，即係佢哋嗰啲 group 裏邊咧，就話劍雄今日。馮希權提議出英譯新聞電子版，諗得過。反正現在翻譯網站翻譯成本低而快。張劍雄就話咧，馮希權係蘋果專欄作家。咁控方就問蘋果英文版同黎嘅編採有咩關聯呢？咁張劍雄就話當時正正立呢個國安法，呢個係其中一個目標。咁啊，呢個黎智英亦都發個信息咧，就話有英文版咧，我嘅期望就係或者有一啲關心香港嘅外國人亦都訂閱嚟撐我哋啊。咁所以咧，就張劍雄咧就喺法庭上面話咧，黎智英認為外國人訂閱蘋果係財政支持同埋政治保護，係嘛？佢又提到啊，即係呢個黎智英嘅助手 Mark Simon 有協助處理英文版嘅事宜，包括喺美國安排發送消息嘅方法同埋渠道，邀請美國官員政要訂閱同埋介紹英文版嘅寫手，係嘛？嗱呢個啫，因為我哋時間所限啦，即係其實
今日嗰個審訊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張建宏講嗰啲嘢，但係呢個係一個重點，係咪？嗱，你睇翻即係張建宏，即係今日作證講到呢一個蘋果英文版係嘛？點解要出呢個英文版？嗱，英文版又比中文版極端。阿黎智英個目的就係、是、喂要即係俾多啲子彈俾美國去對中國做敵對行動。當然佢嘅目的就係為咗即係挽救香港嗰個所謂即係殘局啊，可以咁講啦，即係從一個佢善良願望嗰個角度出發，係嘛？咁唔係佢冇必要做呢啲嘢啊，係咪？咁即係而家變咗就做，即係變成一個即係全世界都好關注嘅一件案件，同埋佢已經係即係國際啊，即係公認嘅或者註冊商標係一個即係呢個反抗運動嘅領袖同埋英雄，係嘛？極有機會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係嘛？咁但係如果按照張建宏喺庭上講嗰啲嘢，係嘛？第一就係俾控方係嘛夠嘅證據去懟瓜佢，係嘛？呢個係第一點，係嘛？當然好多嘢啊，有輸就有贏，有贏有輸嘅，必然嘅，冇一面倒嘅，係咪？呢件案亦都令到國際傳媒非常之關注，國際社會又好關注。唔係，到時個裁決出咗嚟之後，咁亦都可能有新嘅一輪，即係呢個西方即係天下為中嘅呢一個咁嘅局面出現。咁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出發，咁黎智英屌你就真係好大功勞啊，係嘛？即係佢而家失去自由啊！付出的代價就是要失去自由，但是、可能會有收穫都未定，不知道是吧、OK， 那、这一節講到這裡了，祝他好運吧，真的。